想一想，如今的天下是什么样的世道？百姓个个面带饥阻，到处都可以看到被饿死之人的尸体，牲畜比人吃的还饱，这跟率野兽来吃人有何区别？我来问你，苛政为何猛用？野兽相互伤残，人们暂且厌恶。身为百姓之父母，身为一国之君，实施苛政，无异于率兽而食人，又如何配做百姓之父母？是啊，苛政之所以猛于虎，正是因为从君王到公爵权贵，人人心中都有一只危害百姓、凶残暴虐的猛虎。好，苛政猛于虎，人心之虎更猛于苛政。说得好。到底是为谁采药啊？大军。什么？大军？哎，我们到那边去看看。哦。姐姐，算了吧，我们再到别处去找找。对呀、啊。不行，我们走了这么久，才看到这么一株。姐姐，慢一点，当心呐、啊！我瞅，当心、啊。慢一点，姐姐。慢点，爹，踩到了。